对啊。你怎么会想要买吐司？我就刚好看到，然后它才，也不贵嘛。对啊，你猜多少钱？54。靠！错，再给你猜一次。45。错。靠，还是低，你要讲。37。37。跟全年差不多呢。全年多少钱？全年也是三十几块啊。全年35左右。怎么可能？真的啊，全年卖很便宜好不好？你以为全年卖很贵？你我知道全年很便宜啦，但是便宜到靠腰，我跟你讲。你之前买的时候都是特价的时候你是说37是特价的时候？特价的时候，一条才那个啊，十几块、啊，还是20块左右，啊、六折啊。请问一下，你有汇款了吗？我明天会扣款。好，我等下会。今天人很多，还是今天人很少？你买那么多？比较多，但是也没有多到说怎样，就是也还好哎，那就好。多啦，但是你等下可以看我买那个毛毯，才400块。你不要说什么羽绒被？我没有买羽绒被，你要羽绒被吗？因为想说你又不要羽绒被。暗夜也有啊，搞不好他也卖完了。